案发后，那个柳氏早已潜逃，不知去向了。你们明明是早已谋划好了，以为就此可以销声匿迹，偷窃的钱财也可如泥牛入海，却不想，偏偏被本官抓住了你这个贼婆子的贼手，更是顺藤摸瓜，揪出了你们这几个幕后主谋指派。这么说，这陶府从未打算要办婚事。陶府办不办婚事与到案有何干系啊？陶府要办婚事，陶隐夫人要做喜服，这该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啊，就算陶府要办婚事，啊，陶隐夫人要做喜服，这继承城内有的是专门伺候达官显贵的逢人绣娘，哪里轮得到你们这几个啊？昔世无名粗奔夫人上手啊！你去城中好好查查，只怕那些显贵身上穿的有不少就是我这粗笨妇人的针线。你这是不打自招啊，啊，看来你仗着给别人做针线为名在城内跟着鸡鸣狗盗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两日了。哼，本官倒要好好的查一查，看看这继承城内到底有多少苦主招了你们的道。大人有所不知，我们来自秦国，这位公子是你们燕王的舅舅，义后的亲弟弟公子季，这位夫人是公子季的母亲，你们诬陷好人，这是对贵人大不敬。秦国的质子，哎呦，名头好大呀，吓死我了啊！你们若真是大王的至亲，又怎么会两手空空跑到这种贱者居住的西市来隐姓埋名啊？你若不信，可以找你们国相郭伟查证。你这个狡诈妇人，明知道我国相陪着大王和义后出宫了，你想借此机会拖延时间，好趁机逃脱是吧？哼，你们可真是机关算尽呢、啊！来人，在，把他们都带下去。是，大胆！走。你身为主管刑狱之官，吃着朝廷俸禄，怎可无凭无据胡乱抓人，乱施淫威？本官说要抓，便抓了。你又能怎样啊？哎呀，这些当官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怎么是专门啊欺负妇孺弱小？就是啊，既然你们都是秦国来的，就应该知道你们的商鞅之法，主张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本官更要对你们进行依法严查，都给我押走，本官还要严洁明罗示众，让满城的百姓都来好好看一看你们这些秦国来的大盗是何等的嘴脸。来人，在，押下去。是，住手。子歇，既是秦国质子，要带走须以行文向秦国交涉。你是何人？在下楚人黄歇。一个小小的世子，少在这多管闲事。身为朝廷命官，罗织罪状，污梁为盗，这种闲事人人可管。这些黄金珠宝便是证据，本官可以随意找到不下十人，见证着老婆子昨日下午抱着两个匣子进了这个院子。既是赃物，谁又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捧在手上穿街走巷，在众目睽睽之下回到住处？难道这做贼的不怕别人知道他的行踪，打算广而告之吗？本官还有其他证据。那就把证据拿出来看看。你们刚才可否搜到了别的赃物啊？屋内还有一件貂皮衣裳，还不快去拿来。是。大人。哼，怎么办？果然可疑，你们这些人如乞丐般贫贱，哪里穿得起这么贵重的衣裳？哼，人赃并获，都给我锁起来，先沿街示众，再带回公堂，本官要细细的查问。是。啊，这婆婆坐在椅子上，公子，公子，静儿，静儿，小孩子你也动手？静儿，妈，放下他，还给我。去，静儿，公子，公子，你看着我跑啊！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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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乱动，就如同这贱妇一样，杀无数！都怪你！大人，完了！惹人下马！杀了这帮畜生！杀了廷尉右丞，在这蓟城也算是捅破了天。我看此地不宜久留，天黑之前咱们必须出城。芈月公主，别来无恙。义渠君，你是怎么突然到了燕国？我听说你在燕国受人欺辱，我就立刻带着兄弟们过来了，没想到来晚了，让你受惊了。义渠君，豪侠仗义，扶危救困。今日若没有你们相助，我等定会身陷桎梏，备受凌辱。你我之间用不着客套。义渠君急公好义，请受皇歇一拜。黄公子，你不是死了吗？哦，死而复生。今日一见黄公子，也算是英雄好汉。芈夫人，今日闯下如此大祸，都是老身的错。婆婆不要责怪自己。那些贼人一心害人，见却张罗。婆婆心善，免不了会中了他们的奸计。眼下朝廷马上会派人追捕我们，婆婆只好随我们一起出城，那才是上策。芈夫人，你们还是赶紧逃命吧，我在乡下有亲戚，我可以去躲一躲。就是甄嫂太可怜了。甄嫂，你醒醒！甄嫂，你醒醒！香儿，把这些给邻里乡亲，请他们好生发送甄嫂。是，静儿，母亲，甄嫂是个好母亲，她一直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孩儿一样看待。记着，有一日要为她报仇雪恨。是废物！你们带了那么多人马去，竟捉不住几个妇人，一个顽童。夫人应该知道，西市乃乌合之众云集之地，闵夫人凶蛮，又有楚人黄歇帮阵，后来又跳出来许多胡人，所以我……怎么胡人会搅和进去？小人也觉得奇怪，但是听他们的口音，看他们的做派，确实是胡人，绝对不会错。好个芈月，竟敢勾结胡人，聚众滋事，擅杀朝廷命官，光这些罪状足够他掉好几次脑袋的。原先只是按照夫人的计谋，给他们安一个鼠头狗刀的罪名，当众着实羞辱一番，然后再把他们收到狱中慢慢折磨。可是谁成想，人没抓到，倒是把廷尉右丞的性命给搭进去了。死得好，你们大人死得其所。他用性命
成全了那个贱人。夫人的意思是，我一直想寻求个一刀致命的法子收拾那个贱人，但国相爷手上不肯染血。这下好了，那贱人犯了燕国刑律，砍头都太轻了，必当车裂之刑处，还有凿顶、抽肋、刨落、挖心。夫人，芈月跟公子季在蓟城犯了事儿，杀了人，必定会尽快想办法逃出城外。夫人，要抢在他们前面啊！对，你们快去。国相爷不在，蓟城出了这等大案，通知守城官兵立即关闭城门，全城搜捕人犯。是。关城门！快！快！快！关城门！关城门！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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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国相府的一个侍女求见。哦，让她进来。是。国相夫人侍女灵儿，拜见苏先生。哦，你找我何事啊？求先生，就秦国之子公子季母子一命。你说什么？公子季母子命在旦夕，灵儿知道先生豪侠仗义，曾对公子季母子雪中送炭，此事除了先生，灵儿无人可找。到底出了何事？有人诬告公子季母子偷盗，廷尉右丞带兵前去捉拿，与芈夫人冲撞起来，两方兵刃相见，廷尉右丞糊里糊涂丢了性命。究竟是何人竟敢诬告秦国质子？是国相夫人。这未免也太荒唐了吧。国相夫人与芈夫人是同父异母的姐妹，二十多年恩怨纠缠，芈夫人在燕国的种种困顿都与国相夫人有关。那你为何不去找国相啊？国相陪着燕王异后出城了。事已至此，我又能如何？听说芈夫人带着公子季已经逃出了蓟城，国相夫人私自拿了国相的令符，要调动军队全力追捕。国相夫人怎敢如此狂妄背离？她是不知道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但坏了国相的大事，更是乱了燕国的朝政啊！所以只求先生赶紧想办法。来人，大人，立即备马，我要出城。是。
天就黑了，前面有个草屋，应该是山中猎人打猎的时候住的，我们在那儿过夜吧。好，走。 见笑了，看到我和继儿如此不堪。 闯了这么大的祸，还要连累你们，和我们一起逃跑。什么连累？要说这事儿就怪我。当初我要是拦着你，不让你来燕国，你跟孩子如今也就不用受这么大的罪了。这事儿怎能怪义渠君呢？还是怪我，是我无能，不能保育儿母子平安。哎哎哎，那就更怪不了你了。楚国千里迢迢，这事儿跟你八竿子打不着啊。 那更不能怪你，那怪谁？怪我。是我命大。先是楚国的楚威后，又是秦王后芈姝，眼下再是燕国国相夫人芈因，他们都想置我于死地。所以啊，你岂止是命大，你真是胆子大。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芈月。 我先是得罪了楚国，后又得罪了秦国，此刻再有燕国，我一个人一下子得罪了三个国家，你们居然还敢来找我帮我，你们胆子比我还大。彼此。 别光你们俩看来看去的，也看看我呀。行，看你。母亲不用怕，就算有一日季儿和母亲把天下诸国都得罪了，那又能怎么样？果然，这里还有一个比我们胆子更大的。公子，这不是胆子，这是抱负。假以时，公子若有贤臣辅助。 定能实现雄心壮志。是啊，继而需要像张子和子歇这样的人才扶助才行。小子，你想得天下是吧？那得兵戈相向，兵戎相见。你得亲自带兵上战场去杀敌。哼，像那种蜜里调油，光凭一张嘴的人，成不了大事。记住了啊！ 好了，时候不早了，继而去睡觉吧。我还不想睡觉。听话，娘亲陪你去。走。怎么还没有睡啊？我睡不着。我也睡不着。你可能还没有听说，张仪死了。张子死了？怎么死的？
他离开秦国回到魏国以后，不久就病逝了。这次见你，曾好几次想告诉你，可我想到你们情谊深厚。张子是魏国人，他从来不与外人提及此事，但我想他心中是惦记家乡的。如此，好歹他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永远不离开。扫帚星。嗨，那有什么好看的？你说什么好看？哎，那边，那边好看。那有什么好看的？临来燕国前，这是你弟弟公子荣病了。荣儿，荣儿怎么样了？荣儿现在处境艰难，楚王把他弄到云梦泽与夷狄交战，缺粮草无后援，只靠他带着将士们苦苦支撑。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心牵挂我的安危。临来燕国之前，我想方设法和他见了一面。当时我们俩商量，如果你在燕国待不下去，就想办法回楚国，一切我们来安排。你们都不易。我没有什么不易的。王妾无家眷，无拖累，无牵无挂。这么多年了，你为何还是孑然一身？我也并非情愿形影自首，只是还没有寻到情投意合之人。何苦要委屈自己？有人能帮子歇知冷知暖便好。可我更想我的身边人知我。是月儿夫，咱俩说这个就客气了。更何况这些年你在秦国也不容易。秦王嬴驷，他对我很好。秦王盖世英雄，识得你，珍惜你。秦王高识远见，对芈月有知遇之恩。若没有秦王，芈月始终是个见识普通的小女子。跟着秦王，月儿才长大了。未遇见秦王之前，月儿只知看重儿女之情。白水见心，清澈如心。结识秦王之后，才知这世上还有另一种高岸深谷的情谊。高岸深谷，月儿说得好。秦王定是待月儿如父如兄，所以当日月儿才割舍不下。但也是从那日起，月儿便知这天地间，我亏欠的最多的人，便是你。我希望月儿把秦国当成前生前世，从今往后，你是否愿意跟着我，重新再活一次？你说廷尉幼成被杀，芈夫人带着公子季出逃，该是事出有因吧？
大人明察，陶隐大人一家一夜之间丢失诸多珠宝黄金，有人亲眼目睹，盗贼将赃物运送至西市米夫人的住处。右丞大人得知案情，带人前去盘查，孰料那米夫人凶悍异常，一语不合便拔刀相向，右丞大人命丧黄泉。那右丞大人出门办案，难道就没带人手？带是带了，一些兵士，数名官吏，但是抵不过米夫人人多势众。人多势众？据老夫所知，那米夫人已落得一贫如洗的地步，除了身边的两个女婢，并无他人跟随。怎么，她突然发了横财，在西市招兵买马，一呼百应了？对了，对峙期间，那楚人黄歇赶到，后来还有西市的游侠剑客趁机滋事，还有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一些胡人大开杀。哎，好了好了，老夫都明白了。这个妇人不听老夫苦苦相劝，竟敢冒天下大不韪。大人，您是说？我是说，那个米夫人一介妇人，竟有这般的胆识，这般的谋略。西市游侠、边戎胡人都被他轻易收服。当年齐人犯境时，老夫若有他这般胆识和手段，击败敌寇，可不易如反掌了。大人说的甚是，所以国相夫人也是心急如火，派我速速前来禀报。如今公子季母子和黄歇等人已经逃出了蓟城，且不说城内外一片混乱之事，质子出逃本是大罪，杀人越货更是罪上加罪，亡命之徒丧心病狂。如若中途再有人接应，局面恐怕很难掌控，还望国相大人尽早定夺。夫人可派人去追击？是，夫人雄才大略，判定公子季母子必定逃往至楚国，当即拿出国相大人的令符，一是派人前往齐国，请求齐国协助燕国现实追捕，事后承诺必有厚报；二是派人带信去秦国和楚国，告诉惠后和楚王，诛杀公子季母子绝不可手软；三是急传田将军入府，即刻带兵前去追杀。混账！这个妇人胆大包天，竟敢私传老夫令符！来人！相爷，备马，我要马上回蓟城。是。国相，你们这些阿谀奉承的小人，把老夫害惨了！国相，国相，母后，苏秦拜见大王。先生请起。谢谢大王。侄儿，我们要立刻回蓟城。母后为何这样匆忙？米夫人出事了，有人诬告公子季母子行盗，逼他们反出蓟城。眼下国相夫人私自调兵追捕公子季母子去了。来人，去请国相。是。禀议后，国相派人前来禀报，说因政务紧急，连夜赶回蓟城了。什么？国相匆匆离去，必是与米夫人之事有关呢。传令下去，立刻准备返回蓟城。是。侄儿，赶紧收拾一下。嗯，来。义渠君，月公主，你起来了。抓我们的人马已经离我们不远了，我们必须要立刻动身。此处往西南，快马扬鞭两日，便是东湖地域。过了东湖，就是义渠。我与东湖一直交好，只要我们到了东湖，便可以安然无恙。谢谢义渠君好意，但月儿打算就此向东，先到齐国，然后再想办法回楚国。去楚国？是。此处离齐国至少要走上八天的路，而眼下燕国倾全国之军力在追杀我们，我们就这么点人马，半路遇上燕军，必是凶多吉少。是。哎，
你别告诉我，这是皇公子的主意。义渠君对月儿情谊深厚，十几年风雨飘摇不曾有变，但楚国是月儿的母国，月儿的兄弟此刻正在楚国等待月儿。我心思已定，还望义渠君见谅。 兄弟，公主并非只有一个兄弟，在义渠有一个叫白起的弟弟，他也正眼巴巴地等着与自己的姐姐团聚。当年，公主与本王以死相拼，就是为了这个皇公子吧。而如今，公主不顾自己跟孩子的性命，硬要责难弃义。 还是为了他吧？你错怪皇公子了。去楚国是我的决定。质子出逃犯了大罪，何况我们在冀城闹得天翻地覆，燕国必然要追捕我，秦国也不会袖手旁观。眼下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义渠君侠义肝肠，芈月感恩不尽，但我不想再把你带入险境之中。公主。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义渠君是贪生怕死之人吗？行，不就是去趟齐国吗？我陪你。你这又是何苦？他皇公子能舍命陪你，我为什么就不行啊？为了躲避追兵，我们只能走小路，不能走大路。准备吧。 夫人呢？哎，夫人出门了？出门了？这么早？她去哪儿了？据说是带人出城捉拿什么逃犯。她还亲自出马了。夫人是巾帼英雄啊！这个妇人疯了，简直无药可救。 子贤，有时候我真的惶恐，我怕这一次依旧是一场梦。多少回了，我在梦里回到家乡，但脚还没有伸进汨罗江呢，这梦便醒了。这回不会了。明日咱们就到齐国边境了。这次咱们借到齐国，很快就能回到楚国。咱们一定要一起去看屈夫子，一起去汨罗江泛舟。 爱着爱着，当初就不应该光把他打到悬崖下去，还得补他一刀。你除了会杀人，还会动点别的脑子吗？兄弟是为大王着想。依兄弟看，大王定不会输给他。这男人是什么？男人是山举人，是水。男人有了血性，这女人才会跟着他。这女人图什么？图的不就是男人为他挡风遮雨的肩膀吗？ 皇公子，除了能说会道，还能给他什么？昨日在白桦林遭遇燕国追兵，若不是大王和兄弟们舍命断后，岳公主他们
哪能轻易脱身？国爷，我们来了燕国多日，也不知道白起那边怎么样了。派个人去他那儿探探消息。 行了，都聊了半天了，歇会儿，填填肚子。我早就饿了。母亲，你也吃。母亲不饿，都给你吃吧。哼，别推来推去的了，填饱了肚子好赶路。不是说已经离齐国边界不远了吗？这远是不远了，可我们走的是小路，这一路你也看到了，多难走啊！而追兵呢，他们走的是大路，路宽，马好跑啊。 我估计这会儿啊，这追兵已经在边界埋伏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夫人，找到秦国逃犯的行踪没有？ 昨日我们有一队人马与他们在白桦林相遇，逃犯竟然勾结胡人，凶猛得很。结果我们这边还吃了一点小亏，太大意了。如此重任交给你，千万不要让国相大人失望。夫人请放心，田将军那边已经做好了妥善安排，明日保证他们一个都逃不掉。下去吧。是。 只愿与你朝朝暮暮，爱如星，恨如骨，生死在。